呼吸啊，咱们这个通过呼吸来归一下类，就是咱们传统的武道文化，传统的养生文化啊，主要是什么呀？道家文化也行，咱们就说中国的武道养生文化，也可以说是生命学体系啊，人体生命学体系，咱们传统的中国传统的是如何来练功的啊，调整我们身体的，我们得知道一个顺序，我们是怎么解决的。首先呢，咱们是从一个什么人呢？从一个要死的人啊，就剩一口气儿了，眼看就没几天活头了，他有没有希望把他救活，是吧？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希望哈。但是呢，咱们就说什么呀，身体极为虚弱的人啊，极为虚弱的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挂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如何在我们在正常医疗的情况下啊，正常你该怎么治怎么治，然后再辅助于我们传统的功法来调整这个问题。首先呢，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啊，我们论的是呼吸，这里讲的是呼吸。那呼吸呢，咱们都知道人活着的标志是喘气儿，如果这个人不喘气儿了，他就挂了，只要他喘气儿他还活着，是吧？只要有喘气儿有意识在，就可以用咱们传统的功法去练。那这个呼吸呢，要死之人是怎么着啊？呼吸是呼多吸少，出的多进的少，所以我们要入手的方法呢，是通过练呼吸啊，减少我们的消耗，减少消耗，就是说让你死的慢一点啊，你能晚两个小时死，你就别提前一个小时。那怎么来消耗呢？来解决这个消耗问题呢，减少消耗问题呢啊，减少我们的呼吸，我们就需要什么呀？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吃药，大部分人虚不受补，吃药补不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个方法是什么呀？叫听息。听息很简单啊，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呢，相应的功法非常多啊，非常非常多，我能罗了一大堆，但是呢，原理我只说原理，怎么听息呢？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你去听你呼吸的声音，什么事都不要想，所以这里边牵扯一个什么字儿啊？啊，就是一个静字儿啊，一个静字儿。你得这样的话，你会静下来啊。有的人是把耳朵、把眼睛闭上，把嘴闭上，舌顶上牙膛，把耳朵塞起来，就听什么呀？听自己呼吸的声音和自己体内血液循环的声音。这样呢，你的神意收敛进来了啊，收敛进来了，本能上它就已经减少了消耗，减少了一部分消耗啊，这个地方比较重要。那我们这个什么呀，就称之为保元啊，什么呀，保住你的元精元气元神，减少它的消耗，能保证多少保证多少，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啊，就是一个静字啊，心一定要静下来。尤其是长期卧床或者身体极度虚弱的人，他练，你让他锻炼身体，练八段锦，练易筋经，是吧，打太极拳，他打不了啊，而且他就是每天有气无力的样子，他就需要静静的去听息啊，心一静，天地息皆归啊，天地的元气都往你身上跑，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只练一个什么呀，练你的心就行了啊，一个心静能解决很多问题，不怕你心不静，只怕你啊静得不够深，你静得越深，你的元气消耗得越少，这是这个问题啊。当然这功法就非常多了，非常非常多，唯独没有动功，没有站着练的啊，躺在太师椅上，躺在沙发上，或者趴在床上，躺在床上都可以练，是这种练法啊。因为一个极度虚弱的人，你让他，你别说是让他站着站桩打拳了，你让他在那儿盘坐、盘腿坐着，或者是在板凳上一个人正直坐着，都有问题，他都很难做到。所以说这个呀，什么呀，咱们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懒人疗法啊，就特别懒啊，就是一个什么字儿，一个懒练法。但是他这个只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只能解决你这个消耗减少啊，他不会说让你变得特别特别特别好。但是呢，它也会让你的身体慢慢的有力气，有力气干啥？有力气，你可以进入下一步的锻炼。
下一步的锻炼呢，就是让你变成一个正常人啊。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处于这个阶段，我们都能动，都能站，是吧？都能运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可以让我们的呼吸啊保持一个出入平衡。出入平衡呢，那怎么练呢？就是我们这个呼和吸一样长，甚至我们的呼的稍微的少一点，吸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个主要是能保持平衡就不容易了。那功法也非常多，是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个也可以躺着，这个懒人的方法后边这三个都能用哈。有人懒了一辈子，贯穿这三个啊，贯穿这三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呼吸平衡呢，就主要是我用我们的腹式呼吸，也有人用逆腹式呼吸，但是呢主要是你腹式呼吸比较合适。为什么呀？这个小孩都是腹式呼吸，一吸气肚子一鼓，对吧？一呼吸肚子一鼓，一呼吸肚子一鼓，这样的话呢就像一个皮球一样在吸纳元气。你吸进来它肯定要鼓啊，你要吸进来你肚子瘪的话，那你有没有吸到，但是你有没有吸气的样子，没有吧。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腹式呼吸。然后这个相伴与腹式呼吸伴生的功法特别多，你打坐也可以腹式呼吸，你躺在沙发上也可以腹式呼吸，你站桩的时候更可以腹式呼吸啊，这是一种。当然功力功法就特别多啊。那练腹式呼吸呢，我们可以配合什么呀？啊，腹式呼吸练一段时间的人，他肯定会多少有一点气力，因为这是人的元气所在。你经常练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人的力量，我们的体力会相对的慢，有的人很快就能好了，有的人慢一点，但你都能啊，身体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啊，越来越有精力。多少啊，你说打套拳，练个八段锦，打个易筋经没有问题。那我们相应的功法呢，主要是什么呀？通我们的十二经络。那为什么谈到通十二经络呢？我们腹式呼吸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啊，我们的丹田气它会比较充足，丹田气充足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向四梢扩散啊，向你的十二经络里边扩散。十二经络里扩散，滋养你的五脏六腑，这个非常重要啊。你想变成一个健康的人，正常的人，你是不是要修补你的内脏，是吧？你要通你的经络，这个都知道，中医上不是扎针灸啊、艾灸啊、祛湿排寒这一大堆东西，无非就是让你经络通畅啊，经络通畅。那就需要在腹式呼吸的基础之上，加上相应的什么玩意儿啊？相应的这太多了，是吧？太极拳啊，八卦掌、形意拳啊，各种的行功导引，叫什么？还有这个什么八步什么什么功，还有八段锦、易筋经，这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的东西啊，都可以练。然后我们大部分人是这一步啊，然后下一步呢是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呢是你的腹式呼吸已经养成习惯了，你吸气的时间比较长啊，你呼气的时间、呼气的量它变少了，或者是说你吸气的时候啊和呼气的时候都会感觉你的小腹啊小腹饱满，都有种小腹饱满的感觉啊，小腹饱满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配合相应的功法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如果你任督二脉通了的话，你就会完完整整的练出胎息啊。胎息是咱们的目的，也就是腹式呼吸进一步增进变成胎息。前提是什么呀？任督二脉你想通啊，十二经络越畅通。这里面也有任督，为什么呀？它肯定也会配着任督去练的一些功法很多，但是任督彻底的通不可能。你十二经络必须通到一定程度，保持它非常非常畅通。你什么呀？十二经络就像一河流，河流的水特别特别旺的时候，它才往这个什么呀？任督二脉什么呀？气血之海，才能往海里、这个大湖里边往里灌输水，就多余的水才会灌进去，你才可能通你的任督二脉啊。这个很关键。通了任督二脉，不说了吗？就形成胎息。胎息有一个标志是什么呀？好多人说我已经任督二脉通了啊，这吹牛的特别多。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坐在那儿打坐也好，躺着也好，站着也好，你别给我喘气儿，你呼吸给我停住，你憋得住吗？憋不住的话，你不是胎息。
一任督二脉也没有通，也就是说什么玩意儿？你那小周天没有通啊？你说你通小周天，你别跟我吹牛啊！你给我待一个小时别喘气儿，我试试，是吧？咱们正常的憋气的话是5分钟10分钟就了不得了，它不是憋气，它是自然进入胎息，才是小周天打通的印证。这个过程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功法，你像我们练各种拳法都要求一个什么呀，腹式呼吸，然后我们打我们的拳，是吧？运动中就是在活动我们的12经络嘛，是吧？经络气行经络带着我们的行开始运动啊，经络导行嘛，啊导行啊，经络导行，经络带着行走，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慢慢的过渡到胎息，通任督二脉，健康长寿不是毛病啊，不是毛病。为什么呀？我们的呼吸平衡，我们吸的量开始慢慢变多了，而且任督二脉通了之后，你这个人基本上以后与这个感冒是绝缘的，你这个人不会轻易的生病和感冒，这是真的。任督二脉通，然后后边呢叫聚气凝丹，这是干啥的呀？这是长生不老的，其实是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它不是长生不死啊，这人不可能，你说谁活几百岁他也得死，人没有必要说那成老妖精了。这个人不容易老，80岁的时候啊，80岁的时候和40岁差不多啊，他的精力、他的长相、脸上的皱纹、他的肤色和40岁差不多，这称之为长生不老，不是长生不死。所以咱大家都是不是迷信。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胎息已经随时产生了，是吧？我们啊，呼气吸气皆是吸气，呼气吸气皆是吸气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体呼吸产生什么意思呀？胎息无非就是我们的肚脐眼我们脐轮穴打通了。这个体呼吸是我们全身毛孔打开，与什么呀？与我们空间的，道家来讲，道家的说法，咱们至于怎么分析，你大家自己意会去啊，这个东西科学解释不了。空间中啊，或者是虚空中啊，虚空中的什么呀？五行元素啊，五行元素直接进行交换，直接进行交换，这时候你的体呼吸产生，开始过渡到体呼吸。体呼吸的标志是什么呀？八脉畅通，中脉打通啊，中脉打通。但是中脉还这个时候还不是彻底打通，开始有影子了，主要是八脉畅通。八脉畅通的时候产生的是什么呀？大周天啊，大周天。咱们经常说什么后三关前三田，尾闾关夹脊关玉枕关，你真正是大要冲关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候冲。所以说咱们这你这个问题没解决，这个问题没解决，你还差这么一条这么多东西的人，你就别想那三观了啊，那三观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平时无非就是什么呀？平时无非就是疏通你的督脉，相对让它畅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啊？那不叫什么呀？那不叫大药产生，那不叫合车啊，那叫还精补脑。啊，还精补脑，补你的脑子，它跟那个修丹道没有关系啊，丹道这东西没那么容易啊，是这样的，必须要聚气凝丹，聚气凝了丹田，这时候凝丹啊，你这个进入体呼吸，你这个丹就成了，这个东西很关键，而且丹后边其实还有东西，咱们就说到这儿，咱不说多了啊，说多了也做不到，没有意义啊，后边还有一堆东西。但是这个地方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人练功如果说没有名师指导，或者说有师傅有特殊的方法告诉你该怎么练的话，非常麻烦。除了这一个趴在床上装死是吧，一二三这三个都有相应的功法，相应的无论是行住坐卧都有相应的功法去配合练不同的东西。而且我们这个什么合车运转大周天通三关，它也有方法，并不是说你坐在那儿喘气儿，是吧？不是坐在那儿喘气儿，我这用一些什么手段方法啊什么，它也有动功，行拳也有通过练拳也有打通大周天的，啊，通过练拳也有打通小周天的，这个东西其实它这就是咱们这个道家这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功法有三六九等，所以它一个功法一个样。啊，咱们把这个理清楚。
以后的时候我们学东西，你大约知道他们在哪个层次上，你不会犯糊涂。